2020年11月6日，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的张女士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那我们去一下医院，当时也没跟我们说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就过去了。当时医生就跟我说他已经不行了。张女士的丈夫是一名外卖员，事发当天和平常一样正常上班，怎么就突然遭此变故呢？他就是在送餐的途中突然就倒下了，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根本就没想到是这么个情况，整个人的话就感觉不能接受。近年来，外卖人员、快递、网约车以及新媒体主播这样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劳动者的人数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却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张女士的丈夫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身亡，谁能够帮助她主张权益呢？让我们进入今天要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骑手送外卖时猝死，朋友义务帮忙却受伤。大学生志愿者助力法律援助，为困难群众解决难题。多方参与壮大法律援助力量，多举措提高法律援助积极性。法律援助你下，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正在播出。杨谦和王蒙是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两名志愿者，同时他们也是武汉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当时这个当事人呢是来到我们法律援助中心，然后他就向我们讲述了他丈夫这样的不幸的遭遇。咱们这个案件是属于一个实务当中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咱们这个骑手，也就是死者，他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判断这个劳动关系成立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讨论骑手在送餐途中突然倒地猝死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咱们这个工伤保险条例中所规定的这个工伤死亡的情形。张女士的丈夫从事外卖工作，很多类似的新业态从业人员都未与企业签订劳务合同，因此如何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成立是案件的关键。因为他就说一口咬定就是我们肯定是有身体有疾病啊什么的，对方就是我意思就属于那种外包的形式，跟他们没有关系。公司表示愿意赔付一定数额的这个赔偿金，以做一个抚慰的一个情况。外卖公司虽主动联系家属表示慰问，并愿意支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但却并没有提及是否可以协助认定张女士的丈夫为因工死亡，是否构成工伤，也未提及赔偿数额。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因工死亡及近亲属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总数额通常比抚慰金要高出很多。他是试图通过模糊他们之间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希望赶紧的通过这个给付一定金钱的这样一种方式，使当事人能够尽快的就把这件事情接过去。所以说我们一些的证据材料是来源于像死者的他的手机的就是通讯信息，比如说他的聊天截图，以及他接单的这样的平台的信息，包括他工友提供的一些关于公司的信息。志愿者在检索大量的公开案件裁判文书后发现，类似的案件并不少见。虽然当事双方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张女士的丈夫给外卖公司提供了正式的劳动服务，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事实的劳动关系。志愿者介入后，张女士和外卖公司之间才达到了能力的平衡。经过了三次赔偿协议的修改，在调解员的这样的调解之下，最终签订了这样的和解协议。最终通过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张女士及家属获得83万元的赔偿金。实践中，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需求往往是多方面的，除了诉讼代理、非诉讼代理、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等，还有很多新形式下的服务需求。一个老太太拎着一包这个她买的瓜子进来了，然后呢她就跟我们这个志愿者学生说，哎呀，我买了一包瓜子，这个瓜子质量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你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啊？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新型社会，就是信息社会以后老年人赶不上信息时代以后，他的这个困境和困惑。老太太网购瓜子质量不佳，想通过法律援助来维权，类似的小事情成为新时代需求的重点。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说怎么样去加大投入，怎么去尽可能的去加大供给，都是不够的。法律援助是一个民生的工程，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参与这项工作，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直以来，法律援助工作中都面临着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如何才能拓宽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呢？我们是1992年就成立了，那最开始的时候呢，当时的武汉大学的这个教授带领我们法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来成立了这么一个给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这样一个机构。像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这样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究的工作人员和法学专业学生成立的群团组织，为法律援助力量提供了很好的补充。我们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流程啊，就是案件来了以后，那么由老师来审查这个案子我们能不能援助啊。我们通常也会考虑说来寻求帮助的当事人他自己有没有道理，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脚，如果站不住呢，我们肯定就不会考虑接这个案子。那么如果站得住脚呢，我们通常也会去协助他去准备材料啊，然后我们会指派志愿者。谭佐才是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张先生是一名普通的进城务工人员。4年前，谭佐才还在读研究生时，被中心指派为张先生提供法律援助。2011年，蒙古步行街一个水果店，说着我们一个老乡在那里跟他搞个装修，装修以后他的家里一个冰箱坏了，我们那个老乡呢就跟我打电话，叫我帮忙找一个人去修冰箱。我们在住的那个地方，也有那对面有一个修冰箱的，我就找他一起修了个冰箱。张先生找来熟人吴某帮水果店的老板修理冰箱，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当时他那个冰箱是在一楼，那个师傅姓吴这个师傅去一看，他的冰箱没有坏，估计是电坏了，就叫我上2楼，而且看看那个电是不是哪里跳闸了，我就上楼梯上2楼。我当时我沿着那个墙边走，沿着那个有它有个线，看着有个空开，准备就把它空开跳闸了，我往上扒一下，这回一脚都踏着下掉下去了，就这个样。张先生在检查过程中不慎踩到一块无法承受其重量的石膏板上，从2楼跌落至1楼，导致股骨粗隆间骨折，经鉴定为十级伤残。我就是义务的帮忙跟他找个人去修，当时我又不知道要出事儿。当时修的到时候老板也不管，修的也不管，验伤人都不管，3个人都不管。我老婆到处去借，到处去凑，再把我的住院费交上。这个案子呢，原告呢就是请求赔偿他在检修电路的过程当中造成人身损害的这么一个费用，但是两个被告呢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所以呢都觉得不应该赔偿。所以这个案件的这个争议焦点呢就在于，就是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啊，他们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啊，这是这个案件的这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在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的帮助下，张先生将水果店老板和冰箱维修者吴某起诉至法院。本案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也都进行了调解，但是由于涉及的主体较多，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当事人的这个分歧较大，所以没有调解成功。协商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愿意承担责任，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案子才拖了2-3年。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吴某是冰箱实际维修人，在吴某维修时，张先生检查线路的行为是为吴某无偿提供帮助，构成无偿帮工关系。那么，作为被帮工人，吴某应当对帮工人张某的损害承担一定的责任。水果店经营者对于自己所经营管理的场所具有一定的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在张某上到2楼的时候，水果店经营者并没有对张某进行提示安全的注意义务，所以存在一定的过错。
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张先生在没有了解相关安全环境的情况下，自行到水果店二楼查看线路，他的行为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定张先生、水果店店主吴某按过错程度分别承担30%、35%、35%的民事责任。案子从立案到赔偿完，有4年的时间，这边得赔了我10多次，最后把全部案子办完的全赔完的。对于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而言，法律援助不仅是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问题和矛盾，同时也是在锻炼自身的专业技能。我呢是一直觉得，就是能够以己之所学来回馈社会的话，是一件很自豪或者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更加接地气，去看看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它到底存在一个怎么样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我们这样一个群体是一个不可或缺，或者说特别有激情啊，特别有能力，而且也特别愿意付出的一个群体。而且倒过来说呢，对我们的法科人才的培养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律援助可以让公众切身地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也可以让困难群众在面对司法案件时能够有一个平等的能力去维护权益。那么这个平等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由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助力得来的。在法律援助工作当中，法律援助的力量至关重要。在制定法律援助法时，也一直秉承着多方参与的思路。那么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壮大法律援助力量？困难群众又可以在哪些地方申请到法律援助呢？让我们来听一下权威解读。广大法律援助工作者、志愿者是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他们的积极参与对法治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实践中，仅靠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指派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渠道相对单一，力量较为有限。法律援助法的制定呢，希望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力量有更多的方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参与法律援助，让法律援助人员有更大的积极性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这次法律明确在规定了这个要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团体，特别是有专业法律专业知识的，包括教学人员，包括我们大学生来共同的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是对我们过去做法的这种肯定吧，巩固。法律援助法进一步拓宽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动员更多力量参与，这其中也包含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个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不同渠道的法律援助工作都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法律援助必定是一项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所以开展法律援助作为志愿者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比如要有一定的法律职业资格和法律专业知识，还要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特定人群，工会对工人，妇联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等等，包括那个什么共青团，这块儿它有它的专业优势、专业特点和这个专业力量来开展服务。如何提高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以及社会各方面开展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一直是法律援助工作中的痛点难点。针对法律援助经费少、补贴标准低、社会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法律援助法作出相关规定。比如法律规定，法律援助经费要列入本级政府的预算，法律援助的补贴要实行动态调整，法律援助的补贴免收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作为司法部的直属单位，也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金保障。
基金会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许多的民间机构、民办非企业广泛参与到我们这个法律援助来了。基金会旗下就有四五十家民非也共同来参与法律援助机构。中央彩票基金就是咱们老百姓买彩票的钱，还有你得了奖金了你没有领，这些钱怎么办呢？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拨付给我们做法律援助。这里边妇联、工会、高校都是积极参与。他服务的人群是什么？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还有妇联的妇女。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累计向办案人员支付补贴12亿余元，资助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8万多件，为100多万受援人挽回损失。按理说，法律援助它本来就是一个国家责任，但是光靠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我们要靠社会组织一起去干。只有我们齐心协力，才能把法律援助做得越来越好。2022年1月1日，法律援助法正式施行，在法律规定的激励措施下，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法律援助，为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服务提供法治保障，同时更好地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